每次帮他洗澡，我大概要花掉500卡路里吧，因为很辛苦。他好像不是很开心，他会挣扎。没有，他的脸就是很虽小。这个形容词蛮好笑的，对，耳朵会往后，然后会摇屁股，他要上去抱抱，他要逃抱，来好。你过年怎么过？过年就跟朋友去吃吃喝喝啊，麻辣锅、啊，很难拍他照片，他很害羞，不敢看镜头。然后这是不是今天的义卖商品要？就是帮助流浪狗，对，就是帮助流浪毛小孩，这、不只是狗狗了，还有猫啊，对，就是流浪宠物，对，流浪动物，对。然后今年是第三年了，那我希望就是好几个一个小小的呼吁，然后让大家大大的一起做这一个帮助流浪动物的一个活动。像那个在这个有吗？一线出发。对啊，就是也是我今年过年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大概数量是多少？金额啦，金额讲过了，应该是七八位数字啊，一百万，千，你都千啊，那五百万。位数字就是上千万。但他是还给我的，是去年真的最后还蛮憋屈的，这算是大非常幸福，对，是他主动弄提出来，对，他是主动拿去还给我，对。当初有说是你存的钱吗？还是说是你们共有的？那是我这几年就是在越南啊，然后工作赚钱，然后也是，其实这个部分呢跟媒体交代过了。那很多这样把钱给我，我真的是很开心，然后我们会保持兄妹的一个感情。所以他是全部给你，还是说只有部分？你以前赚这么多。我在越南演艺圈有蛮久的时间，然后拍了很多广告，然后那那时候感觉你有赚过大概赚多少？花掉的部分还直接算了，算了，会想说是不是要他还这之类的，还是别算了。对啊，就是也有好几千万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要还的，虽然还的那一笔其实没有到全花完。对，所以有将近一亿吗？先不要讲，因为他现在一个人等。楼山是有好几位，好几尊神，我都拜，我都全去那边就好了。对对，然后在那边我还可以安静坐一下的，下班去就行了。对，我觉得还心灵上还蛮轻松的，然后可以求一次的平安，求事业。有在求姻缘吗？目前没有。